我是马来西亚的公民。六年前，我86岁的时候，才移民到给我的太太移民到新加坡，到过世界很多国家去看，最后。 在我这个86岁的时候，就决定来移民新加坡。我在马来西亚曾经给人家抢了好几次，那么就没有安全感。吃到这个晚年，当然只要。 找个地方可以安居的下来，结果我是选定了新加坡。我现在要感激李自珍，啊，有这样的领导才干，把新加坡变成一个，所以我很感谢，谢谢。